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，所有的很多很多的众生，他们也是希望像活菩萨一样的俱来请菩萨，他就是去引请菩萨说法。引请活菩萨，一时到其时，化令向佛道。你这个众生啊，像我们现在就聚在这里啊，如是真说法，也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修佛法啊，化令向佛道。我们这里呀、我们当中的人，今天在座的，将来有人会成为一个教的教主。无常，你以为你坐在法座底下，他将来是教主，一个教的教主。莲华生大士在的时候啊，他度化一喜抽嘎。莲华生大士离开了西藏，一喜抽嘎也是变成教主。那个时候啊，曼达拉哇从印度可以用飞行的方法到了那个这个虎穴来见伊喜撮嘎，两个人有见面，曼达拉哇跟伊喜撮嘎两个人有见面，在虎穴的时候有见面，他们讨论佛法，那时候伊喜撮嘎就成为教主。所以像这种事情，是无常，是无常，但是呢，将来也能够度很多很多的众生。我们在座的底下的人，将来当教主，也可以度很多很多的众生，是有这样子的人，不是只有师尊啊，如师尊唯一独尊。一尊独一尊，不是的。我把佛法传给你们以后，你们将来得到的法，修行正果，也是一样有力量去度化众生。你产生了十种力量，五力到十力，佛就有十力，是无畏，没有什么障碍，你一样可以度众生。其实不一定说只有师尊度众生，在座诸位也能够度众生。所以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，俱来请菩萨，一时到其时，化令向佛道。